我现在要进去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红油炸冰淇淋店，叫 Sam's Fried Ice Cream。进去啦，老板看起来还蛮 nice 的，是菜单和 menu， 这是他们的宣传的。Cool. I want green tea. 老板把这个冰淇淋放在面包屑里面滚呀滚呀滚。Hello. 然后他放到油锅里面开始炸了，看起来好酷的样子。好啦。现在我要尝第一口了，上面是 whipped cream 奶油，先尝一口奶油。嗯，非常的甜，看看里面是什么，外面的壳还挺硬的。这个点的是绿茶味的，外面一层 crusted， 里面还是冷的，外面是热的，超好吃。阿姨给你吃一口。